柔儿，看我打到了什么。柔儿，柔儿。你闭上眼睛。早看到了。楚墨，你帮我把衣服拿过来吧。在哪儿？就知道盯着狐狸看，你自己脚下都不会看一眼啊。哦。转过去，不许偷看。楚墨，楚墨，说，之前你说在大桑山救你的猎户人家，怎么你离开之前没提醒我去答谢一下人家？啊，那个，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。好。哎，对了，我今天打了两只野鸭，等去城里卖了钱，给你买胭脂水粉。嗯。楚墨，我想去见我的家人。你想回长安？不是。我是说我的大姐和姐夫。行，我陪你去。嗯。站住！你打的野鸭子交打猎税了没有？打猎税？陛下曹大人说了，这里的山林湖泊都归陛下所有。你既然在陛下山上打猎，自然是要交打猎税的，要不然那可就是盗取天子之物，要杀头的。贼赃交出来！饶你们一命，拿来。这个楚墨，咱们是官吏，被人发现了，咱们就藏不住了。楚墨，对不起，两位官人，大人有大量，不要跟这种粗人一般计较。呸！贱东西，老子今天非懒得跟你计较，我们走。晚上要鸭子吃了，再来二两小酒。区区一个广州别驾，也敢擅借天子之名开征杂税，鱼肉百姓。若是在长安，我就……算了，走吧。楚墨，我……怎么？我们回去吧。你说什么？耳鬓厮磨，日夜相守，真的比什么都重要吗？家人为我们日夜担心，而我们自己却只能鬼鬼祟祟地躲着，不见天日。你后悔了？你文武双全，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，本来可以为国征战，为民请命，可是现在却要被那些小人折辱，还要忍气吞声的。楚墨，我真的不想你为了我把所有的雄心壮志都消磨殆尽，为了我变得不再像圣楚墨。你就是后悔了？是，我后悔背弃了亲人和家国，这样的相守有什么意义呢？楚墨，我们应该一起回去，不管有多难，只要你我的心不变，我相信
一定会有解决的办法的。那就回去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我们一起回去，一起勇敢地面对。我这就回去收拾东西，走。在大苍山救你那个人，姓严，严子方。怪不得你这么多天一直想回长安，怪不得这么多天你都不许我碰你，真是傻。不是这样的，楚墨。楚墨，你听我说，真的不是这样的。别碰我！我狠起来会杀人的。楚墨，你听我说，不是这样的。你听我说，楚墨。楚墨，楚墨，咱楚墨，好，我说定，不是这两个不错，楚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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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听我跟你解释啊，楚墨。这位娘子，你有什么事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认错人了。前面那家，晚上继续啊！都别跑！拿一个这个陈阳，这不是我推荐小美人吗？哎，果然是他。你要去哪儿啊？哎，你放开我！别逃，我们今天就东方啊！哎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放开我！走，楚墨，大哥。大哥，谁这么大胆？强抢民女，你胆子不小啊！你放屁！他可是我花五千块娶的，强抢民女是你。好吧，是我强抢民女，这个女子我要了。不然你多拿几个。凭什么？哎，干什么？想跟本将军拼命啊？不不不，郎君如此威武，敢问？是哪路人马呀？啊！慢慢走。本郎君就是大名鼎鼎洪义德的手下，怎么样？哦，如雷贯耳，如雷贯耳啊！英雄，慢走。壮士，慢走。慢走。有强盗啊！强抢民女了。